这就是五年前那个社区。是你，来，来到广安。不。你讲，你讲这是咱的新房哦。嗯。安怎，有介意吗？介意啊，我就介意呢。我就知影你一定介意。其实基本的家具我已经穿好势啊，只是嘛是爱带你过来看你想要安怎布置，也是需要加什么新的家具，我你决定。好啊，啊不过咱做伙布置安尼比较有意思。这是当然啊，以后你就负责出一支嘴，其他我来做就好啊。啊，这间是两房一厅，一间是咱的主卧室，另外一间就是干那属于你的房间。看你是要做直播间还是更衣室，拢可以。真是，当然嘛，真是。而且我想过啊，咱即摆个少年无着急要生囝，而且我平常时毋是咧夜店无闲，就是咧阮爸公司咧斗相共，顶多是你。你看，你做直播的设备遮尔啊多，所以我咧想，你一定想要有一个属于你家己的私人空间。你真正是足大心的呢。啊，不过其实我嘛有想过哦。卡数那是有一天啊，我直播那是做声啊，那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准备有声啊。凯宏，你敢有想过你想要几个囡仔？要生几个囡仔，我拢欢喜。重要是，你愿意生几个？生囡仔的人是你，你过一定是真辛苦。凯宏，卖真听到感动哦，我已经无成就感。你啥物要替我想办法，我真正想让你心歹去。我就是要甲你心歹，我你以后袂当无我。心机鬼。嗯，不当你才知哦。子彤，我。子彤，啊，你好紧无啊？啊，哪恁戆神戆神啊？啊，无啦，得想想知影要过两人世界，是会欢喜啊。哦，看起来是我真正互你压力上大。你是在讲啥？要替你生六六大顺，迄嘛是我欢喜甘愿啊。既然即摆六六大顺的代志哦，会当先放一边。那恁咱就好好啊计划属于咱的两人世界。歹势，我找唔到钥匙啊！啊，楼卡管理员遐有右边的钥匙，我来去摕。那我对你去啊，子彤，你干嘛只要稍等我一下？呀，才拄好，五年前我甲凯宏准备要住的新房就伫咧对面。不过后来凯宏的夜店还佮有客白宏图建设收起来了后，这间厝嘛卖掉啊，早就甲凯宏无关系啊。啊！好，你这偷牙的呢？你竟然跳过来创治我？这敢毋是我的声？哪会为这内底传出来啊？这个妆容，哪会跟五年前一模一样啊？啊！煞手啦！人我要今年搁要替你过生日，你安尼给我用哦？今仔日我是做生的，你家己讲过，你会答应我所有的要求。来，大姐好。不来啦！我今仔日一年要甲你的面包，我全部拢是奶油。太夸张了呀！这敢不是五年前？我甲凯宏拄装潢好这间厝的时阵，我伫遮替伊庆生翕的，哪会过会？
上。知道。哎呦，你看啦，他竟然搁来让你用害。你哪来家？我就是这间厝，五年前就卖掉安尼。哦，之前确实是卖掉啊，啊，只不过我最近有能力，所以不甲买倒转来。啊，不过这个装潢，当甲较早一模一样，光光前厝主拢无重新装潢哦。不过我看这个油菜还阁足新的呢。啊，那是因为是买倒来。我就照较早装去改。啊，你莫后悔啊！我是因为频段过去想要安怎设计，所以心术属性。哦，是啊，无怪我感觉这实在实在。啊，歹势啦！啊，我拄则听到声，看迄门无关好，我就家己歹啊。免这样客气啦，跟我配这茶，是讲你嘛真三八嘞。严格讲起来，你是我的客小妹，无需要客。那是啊。啊对了，啊记得来，你就先坐一下。啊，只是讲这间厝就罕有人来，所以有淡薄乱。你要啉茶吧，我去停。子彤，我挂你家。凯宏，你住这啊？那真好多好啊！我咱正买你对面一间呢。哦，安尼真好，以后大家厝边会当互相有一个照应啊啦。哦，安尼真好啊。啊，你钥匙摕着啊未？摕着。那恁来今日去看厝。哦，那恁阮先来去啊。啊，恁先去无用。对子彤。我是要怎讲出，我是因为后悔、遗憾，搁无法度挽回这一切，所以逐天拢无法度睏，只有踮在遮，才能好好睏一醒。袂吧？刚讲了欠的锁匙啊！昨昏从军搁咧烦恼，做这车家以后，自从是要安怎才好啊？今仔日来看厝，看起来问题是拢解决啦。歹势啊，这锁匙可能因为是 UB 的关系，所以较歹开。啊，无我来试看卖好啊。你啊，不要紧啦，你偷偷来。人就已经足紧张啊，唔爱再甲人催啊啦。哦，好啦。是讲真正我多好个呢，啊，恁好朋友住对面，咱当做好厝边，真正我好运个啊！啊，是啊，真正就拄好个。安那够明个？歹势啦，请恁哥稍等一下。啊，其实毋是多好，是经过阮爸妈个探听调查了，我才知影凯文伫遮买厝。今仔日。专工带子彤过来，就是想讲，以后我若无伫个啊，凯宏会当照顾伊。看起来，凯宏甲子彤拢无法是我的计划。安尼就好。庄俊，进来，进过来。哦。江总裁若是无恢复健康，我甲妹宝。这世人敢不是注定无法度搁再见面啊？哎，小姐，不要紧嘛哈，不要紧，多谢你，多谢。原来是，咱够有熟识啊？应该是无熟识，啊，不过我知你是啥，你是无极集团。勇敢的夫人对吧？我捌伫电视新闻顶端看过你。你无耍呢，头仰起，靠自信呢。你先看我的笑话啊！
我哪有说要求你啊？哪是要求，我嘛应该求公开用迄个粪扫啊！哎，你的情感真正足无天良的咧。我袂离婚，伊唔是我的情人。那唔是就赶紧离离，会变成情人啊？长球迄种渣男留伫身躯边是要创啥？独独的做肥料，花草咪死了了嘞！护证事务所紧紧啊，手续办办的，唔免十分钟。你这人讲话够真趣味嘞！笑啊，你有笑就好啊。我是真正感觉你足勇敢，想要替你加油，才会加讲两句。你莫感觉难哟。袂啦，我知你无歹意。你若无闲，做你去。啊，甲你讲话想过趣味，煞袂记住。我家己嘛有代志要做，啊无我先来去啊。真好哩，食甜的心情会较好，祝你早日离开迄个渣男，自由自在过日子。多谢你，再见。照你讲，你清醒起来，我应该欢迎你回去姜家才对。也不过，姜开阳实在有够恶极的，所以，假使你若真正要跟他离婚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甚至我会请上好的律师，跟你拍官司，让你莫再被他欺负。也不过。我可能会失去你这个这么好的媳妇。阿姨，我真是无你想的遐尼好啦。我甚至无伫个第一时间将姜海勇伊安那对八件事不求讲出来，这哪会当怪你嘞？这是姜海勇，而且真是伊为着自保，伊会安怎来威胁你？你无讲，我有拢知影啦。啊，而且佫轮轮滴的，你无互伊受控制，还佫会当安怎呢？也毋过，我是无保护着轮轮，真正是命运创敌人。我确实是想要甲姜开阳离婚，我想要重新过我的人生。你真正安尼想真好啊，所以。我嘛替你准备好啊，阮姜家欠你的，绝对袂让你双手空空就安尼离开。阿姨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今日约你出来见面，就是要让你知影，我会让你两趴无极集团的股份，这就代表阮姜家对你的弥补。这伤济啊，我袂用替啦。这是你应该得到的，啊，若无你后半世人要安怎嘞？啊，敢讲你要去打工，赚了淡薄仔薪水，啊，然后再把薪水摕去缴税税，啊，等到你老的时阵，你无法度做工课啊，安尼是要安怎嘞？啊，这件代志，我嘛有甲启勇参详过啊，伊嘛答应啊，啊这。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表示阮对群众的忏悔。去年阮这么久才发现，害死的凶手一直在身躯边，所以为着让我安心，你一定要收起来。安尼，我心内嘛感觉较好过。多谢阿姨。你莫甲我说多谢，卡孙也无气嫌，咱莫做大家媳妇，咱会当做母仔囝。啊，有闲时阵就出来啉咖啡，啊，你嘛互我知你即摆状况。